是白马货运公司的。
你好啊，小白。野人太太，我在北海道的亲戚送来这些，我分点给你啊。我已经被隔壁的大嘴婆看到我睡在走廊了呀！天哪，我以前建立的美丽形象全都毁了。
Thank you.
定要实行节俭呢、啊。再说了，小孩子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回来了，来，这是点心。爸爸最好了。